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宜兰的罗东市区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，在罗东市区街道上是相当的冷清，而且呢，这个雨势跟风势呢是一阵一阵的吹来，其实还是相当感受上面还是相当的强劲的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目前街上商店街基本上全部都是没有开，街道上面相当的冷清。不过我们实际呢，也在这里发现了，大部分的民众都聚集到了这条路上唯一有开的素食店，这里在这里购买午餐。 不过呢，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，在罗东市区这里雨势是一阵一阵的，因此呢，民众出门在外，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，都是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这个凯米台风呢已经增强了，而且到了晚间的时候，有可能对宜兰这边影响是更加的剧烈，不管是这个风势还是雨势，都会来得更加的强劲。 我们要再一次提醒民众，像我们现在有看到有民众呢，原本是想要撑伞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撑伞，只好赶快的躲进骑楼底下。因此呢，再次提醒民众出门在外绝对要注意安全。